就这点事儿，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？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，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。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，那有纪委给咱兜着，咱怕啥呀？完事了。啥完事了？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。哎呀，找找吧。找啥呀？电视里不是说哪可哪藏钱呢？找找你，这你翻冰箱，我撕墙皮，咱们赶紧的吧。哎，爸，干啥呢？那擦墙呢？啊？咋跟墙掰着把子了？那干啥呢？那是啊。儿子，就凭你这个小胆儿，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干吗？交代吧，都有谁？谁？是谁和谁呀？谁？搁那装的谁还演的？谁让你干的这事儿？谁带你的？谁？啥呀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是？谁策划的啊？谁接洽的？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？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？不是爸妈，你干嘛？我这一天我工作，哎，我特别累，让你俩，哎，待会儿，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。一啥 ？emo 那陈奕迅的外国名。陈奕迅那是伊森。伊森不是演《速度与激情》那个吗？那是杰森。杰森不是跟蔡明演小品那个吗？妈呀，那是郭达。啊哎，是我民警小赵。哎呀妈呀，来的这么快吗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动，你坐来，我来。啊，我是顶梁柱，我来。你这个咱别害怕，该来的迟早会来啊。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呀，现在呀。你干啥？你这个坐，不许跑。你好。哎呀妈，这新人傻眼睛，好不了。请问？别问了，我们说。我们只能交代，我错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都是我惯的，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。但是为了表明我们积极配合的态度，我已经把这案子给你破的差不多了。问你啊，他咋回事呢？就那个陈奕迅呢，他策划的，然后蔡明那个接洽的，郭达整拉了胯的，最后是谁也不谁给拿下。你怎么，你这是谁拿下的呢？秀琴。对了。我以为单纯的就是为了吃他老鸨呢，原来你现在吃的是老鸨了你啊。